哎，听我招呼的，抓紧时间烧汤，给你俩送去。快走。进去。到家吃也包着哈。啊。到家吃也包着，现在马上就去，马上就到七点钟哈。刚我把大门开一下。好的，好的。大门开一下。嗯。快去快回啊！别等家家送到了，别说哈。太生气，我跟人家炸油条了，我今天就炸油条的啊。啊，叫人家手艺了。哦，叫人家手艺。啊，那把这个手，那手自己给你带着。啊。手自己给你带着。有。你给我今天拍个小视频，我们自己生活一下的。那看有就拍。啊。啊，把这个自手传给人家，如果以后。那个婚事是不是先学学老妈几个手指的一颗子，关注他一下，跟或者教给你们。我叫那个婚事先学炸油条的，那个卤到好的，能挣钱的。你们是手指很好的，我们家。谁先学的，我都教给人家。啊，你教给人家，那今天你就去吧。给我。那手指你带着哦，我就不为你去了哈。啊。吃麻婆的，我们现在烫死的，炸麻婆呢，拿吃肉哈。今天出问题了。啊，秦侯小弟，啊，吃麻婆哈，现在烫麻婆，大。慢点呢，今天几天不好吧？啊，这麻婆的啊，看看这大麦的又炸的好，看看这个，看看这个就是老板了，啊，哦，好好好。啊，这个是十万了。那今天我们啊，出去的，公司里面哪个先学的，明天请我哪个先学的，跟着好了的。有了，看看。啊，生意兴隆发大财。生意兴隆，财源广进。来，和台子家跟公司里面打个招呼。老日游开始了。老日游开始了。啊 ，Hello。大家下午好。这吃油吧，有点干的吧？生意兴隆，通四海，财源广进。原先我发生那家事啊。嗯。财源广进，从东来。打住，有车有条进没来。我后来呀。不好意思，老吴。咱们老王啊，这我老王捞的都灵活了哈。财源广进，从东来。好，差不多。哦，差不多。哦，差的，差不多。哦，西瓜皮吃完的。给你了，给你。那再看看那啊。多平。多一定要平衡。那他又走。到了中央看我点头，我喊着我看你到和尚叫我眼不光了。八百平，我打水银骨头，你会炸开了。但是鱼也没地方可以藏鱼。没码头，真的鱼没的。鱼都不管噻，这是检查开始。那个了，快着了，快着，快着，还有那个了，打人了，哎呀，冰的都没打的，这感觉跟他就摔下来，一直打的，看不见似的。都等下人家面子等，老老些话啊，老些锅里头。老老爷，把车来。看到没？快给老黑滚的这个，你快点了。还行啊，这个男的太好了，我来弄。不搁这了，搁这很好，不搁这里扔了。妈扔了。咋让我扔的？垃圾桶那里有。哎，这车上那个人还洗垃圾桶，瞅人家里有几个男的了。那你垃圾桶加油票，今天在新月呢。不，那个那花的钱就拿的钱拿的高了。弄着弄着的，闲着不闲着？这黑马几号了？大几号了？在哪一条在搁这的？哪？在哪一条跨着搁这的？跨着？啊，他跨三条跨的。有这么几个亲啊？
采到新鱼。哦，采到新鱼啊。嗯。哦。抓上就打的吗？几个有条沉？四度。很沉吧？有条沉也沉，好沉。嗯，不就得接到。套的假假石哈，来来，我看看这新外的妈有条跟那假石的石头了，啊！好好好，妈多少啊？先称量看看好沉不好沉。嗯，这个就卖10块钱。哦，那。那妈都不假石哦。啊，十块钱这中年人去压了就不那个。哦，就是东湾的假死的，就俺老老俺大伙你，俺那吃过感觉。哦妈嘞！现在这万叶花虫的不要人情的，这个口子。他们话。哎呀，这个油条终于教会了。图啊！啊，油条会咋了吗？坏了。啊，明天要不要我拿了？不用了。不用了吗？啊啊，好吧哈。啊，所以教一个，爱教一个哈。啊，我一个要教了个3个徒弟哈。好吧哈。那明天我就不拿了，不用我拿了哦。好的。啊，好吧哈。啊，到底下问一下看看谢局。我打一下。啊，哎呦，我没有写字号码的。我打个。啊，这问一下看看好。喂，那个晨晨现在高不高手了？哦，我先去看一下，我就看一下，我今天现在去，现在去看看看看晨晨高不高手了啊、哦！我现在去了。啊，这里面加了一条，这本就是。老板，这来看，谢谢啊。滚到俺这咱就吃不了，那行了行了，跟他们对战，来对战了。来，哥来不动，你看看，来，真的，我在这个看直播的，哦，看看看看我的女儿直播，你看看看不看看到了吗？看到了，哎呦，好漂亮哦，好漂亮，介绍一下哪个姑娘？啊，这个手娃子啊，拉茶的，这个手二的娃王冬青。啊，这个是我大牛啊，腊肠。后面那个是啥？后面这个是我阿媳妇。晨晨妈炸卤梨。晨晨妈炸卤梨。灰灰呢？灰灰在后台。包车马了。那腊肠灰呢？腊肠灰在后台。腊肠灰在后台包车马了吗？哦，对。他也是啥时候？啊，这个金花这就是的。卡其色真的好好看，你快跟他们顶战顶战。好吧。我点赞，我点赞哈！你说好了，你说老妈跟你点赞了。我在哪里？老妈跟你点赞了哦。下一个。哎呀，好。孩子们加油！老爸老妈跟你们顶上了。啊，我老爸老妈都在这儿，在这里跟他们看你们直播。谁穿谁大美女，好不好啊？这一块让我们好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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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不好的？对，老茶弟穿黑色，老茶弟穿两个码，龙弟穿的黑色，都是大家。老茶弟，老茶穿好看。好了，我哥穿黑色，卡其色。我们倒计时，我们数10个数，你们没有拍，赶紧去拍。这个就是奶茶。9、8，你第一手怎么得？6、5、4、3、2、1。你呢？这个小男孩拍黑色吧，黑色啊，对，这个年轻，这个你们太棒了。小孩拍，帮老妈老爸老妈大声回来啊！对，像平常我们拎在手里的那玩意儿，大牌，龙弟。但是今天我们把大牌穿在身上了，对，很好看，很洋气，这个大牌。龙弟穿两个加的、3个加的也能穿，要穿两个 L 码嘛，都可以的。来，大双 M 的吧，大双 M 的105斤，大双大家都是大双。穿粉色，哎呀，这个外头，穿粉色是不是显白？对，什么？有的好看。粉色就是因为它不是那个。老爸一跟你顶着。那种，就是一带的。差了的吧？这个颜色它不显黑啊。真的，嗯。哎，
奶茶身上多大的？奶茶身上多大的？我两叉的。啊，两叉的。我喜欢。